同学你好，金明大哥你好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林雨桐，我是毕业于东海大学美术系，然后我十年前就是来三一这边，也是参加木雕新传营才开始接触木雕的，然后十年后我又再报名了一次，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写实班。哦，所以这十年你都没有尝试写实的这个雕刻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第一次尝试写实雕刻。好，那真的雕下去跟你本来自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差别？ 嗯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，你要把一个东西放大，再放大，再放大，你要走进这个东西里面。对，诶所以你们当初在甄选的时候，你都有规定一定的大小吗？不能太大，对不对？因为根本来不及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二十五天内，你要你能完成的东西的大小。对，那因为我们要把它的机理处理到非常细节，所以你如果处理很大的东西。 你的面积一大的话，其实这二十五天是不够的，所以就是完全的写实就对了。对，嗯、哦，那跟我们素描一样啊，是画素描，还是有时候要非常的逼真。对，有时候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会觉得我好像在画一个精细素描的感觉，就是一直在处理。介绍你的作品了、啊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模型。对，这个是一个红块的凤尾流。那红块凤尾流，其实在木艺藏家的。 嗯，收藏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珍贵的木材，因为它的流花其实是一个凤尾的造型，所以这件是你个人收藏啊。啊，这个是跟人家借来的，对对,對，所以它有一定的价值就对了。对，但因为它比较体积比较小啦，所以它的价值可能没有到那么高。但是这个其实它如果再大一点，它的价格可能就会非常贵，就越大越贵，而且可能会倍数的贵，对不对？对，加上它的流花是凤尾流，凤尾流其实又在流花里面其实算是比较昂贵的一种流。 所以凤尾流就是特定这样的造型，就对。对，它里面它的那个流花其实是有凤尾的造型。然后你把它复刻出来。对，我用一个牛樟这个材质去仿红块的凤尾流。所以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原本的牛樟的材质，那上面是我雕刻出来的，一体成型。对，它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嗯，后面也有再加上上色，所以就会尽量接近于原本的样貌。 这跟你过去这个自由创作完全不同的手法哦。对对,對，你一开始会不会很痛苦？因为要做到完全跟着它一比一这样的一个比例一直在创作，我觉得痛苦的话是，呃，对于如果是作业的话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但是因为一开始来报名就知道要做这件事情，嗯、所以会觉得非常好玩，因为它是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方式，加上我其实没有在学院学习过木雕，所以。 这次其实吸收到很多一些学院的手法，那你会不会想把你的副科还给你朋友，以假乱真，完全辨识不出了？因为这个是木雕馆这边的首场，嗯、所以就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你还是要离开他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做到百分之百了吗？对，现在完成了。对，但是如果是将来要再做写事的部分，当然是还可以再做更进去一点，因为我们毕竟二十五天，其实时间上。 对对对，我们还是要让它结束，有点像回到校园，对不对？非常规律，时间到就来做，时间到就收工这样子。对，其实对，就是一个自由创作者来说是有点痛苦啦，就是有个需要早起作息的方面。对，作息的方面就有点需要跟着一个规律。而且跟这些年轻的这个学子，你有没有学到有一点新的刺激呀、啊？让你再次回到年轻？ 的感觉，当然就是回到一种青涩感，<laughs> 还有当初一开始进入木雕的时候，那個、时候的憧憬，会一直跑出当初自己的样子，青春回忆。对，啊，你这样回头会不会觉得当时年轻，如果更努力一点，现在成就會,不会更好一点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？嗯、呃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因为当初的确自己也蛮努力的，只是呃，跟过去比起来，你会觉得说哦，有一些初心可能。 慢慢的被忘记了，所以有点再找回来的感觉。所以在这边学习不只是技艺上的成熟，心态上也是另外一种体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嗯、啊，讲一下你后来的规划吧。我们去年做了一次专访，嗯，那今年这一年你有什么变化？今年的话，我会希望未来可以就是学到这些技法之后，可以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上。当然不会是。 嗯，就真的是走写实雕刻，但是有一些局部或者是嗯，有一些手法是可以使用在我们的创作中的，在创作上的一小部分融入写实的技法，对，或者是肌理的处理，有些部分可以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就更多变就对。所以，像你这一年这个三一的宜居生活还是很顺利哦。嗯、哦，对。对啊，我记得去年访问你还蛮辛苦，你同时还要打工诶、哦，一边创作一边打工。 比较多其实是心态的问题啦，哦、因为我觉得当时可能自己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，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在要活下去不是一件太难的事，而是你要面对自己怎么活,活才是比较难。对你，你要求的生活是什么，嗯、或者是你愿意割舍是什么？你心态调整好其实就好了。 对，就是三餐吃饱不可能会是问题，但是还要兼顾创作以及自己的一个成长跟进步嘛，哈，对，我觉得去年可能是面临到，因为周遭的朋友，我自己不是一路读美术上来，所以会有很多可喜的朋友。但当你有一些朋友已经到了三十过后，大家的拉距会越来越大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有些人可能在买房，有些人已经在就是已经有家庭。 或者有些人已经退休了，对，有些人可能今天买第二部车、第二套房子，对，那个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焦虑的对。对，而且在艺术家的有时候就反映在作品的价钱上面，你就看到有些童年纪他的作品的价钱又突破了、突破了、突破了。对对对，对对你就会有点焦虑感。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比较心啦，<对>可是自己要自己去调试，因为做艺术这部分有时候你不能太想要跟别人比较，因为你有你自己的节奏。 嗯，对，就一定要坚持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雨桐，谢谢金明。